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张晓婷，我今年24岁，我毕业于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， 我的职业是 Finance， 我在香港出世，我的兴趣是唱歌和跳舞。为什么要参加香港小姐？因为我想透过这个比赛试多些不同方面的东西，例如演员和主持。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女神是我妈咪，因为她会尊重我每一个决定，就好像今次参加香港小姐一样，她都很尊重我。我希望透过香港小姐可以拿多些不同的经验，扩阔自己的人生和发展。我承认我是有寒背和眼神闪烁，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比赛可以改善一下，而且我会在家多些练习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参选这些比赛，所以没有任何经验，所以就有点紧张。素颜定浓妆？素颜。泳衣定潜水衣？泳衣。东张西望定爱回家？东张西望。为什么不是爱回家呢？不知道，就是广庙林道。知不知道什么是东张西望？成日訪問人嗰啲咯。哦哦，原來有睇嘅。講一個你從來都冇同其他人講過嘅秘密。臨瞓前會擦凡士林，係個最多，得唔得？肯定唔會擦落眼球就得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見到我笑容咁燦爛，又有個酒粒，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啦。我個名係 Kimi 張曉婷。